触海不能生，相遇去断情，我邀请来去红魂，突来之将，惊惊在场众人。你既然有这个，为何还要进来找我？为什么你就不能管住所有？哈哈哈！混淆，这一仗可让你明白一切了。就我这是真心对你好的人，春宵又梦老，永远是为你而开。你点去？由于你对我心肠，暂时限制我时间使我使用。凡有如今这种的局面，一切事情的源头，不是因你而起。我兄弟，你有何面目讲话？总混淆的，你总混淆，你真的如此欢心待我？哼，我便回去关闭幽梦楼。愿你拥有一切战经，送魂小弟何处丁中？翁婿情义断在手，回眸一眼诉情雄，口中所说是对伊人留下最后机会。原来风采是我也误会你了，这怕你魂小。为了这边自救，我便不知你是有心琢磨，翁家出手。混淆你做什么？我要去了解这段秀啊！不管等我，我要等你。混淆，是你无情，给我做出如此选择，不可。问我，自老我打入的人鸟，一步一魂，将伯兄弟的心寸寸割裂。你竟然也是选择回来杀我了？我是回来了解既定的寿命。是你，众魂香，你可要记得你战士。要在我一生最快乐的时候将我杀死，弟弟。但你看我现在像一个快乐的人，长久以来我只得到过你的人，却始终得不到你的真心。若你愿意将真心给我，哪怕是短暂片刻，死在你手，我也甘愿。我从心服你，你快乐吧。哼，你笑了，这是你生前最后一笑。好。我情我意，你答应将心服我，便不由你后悔。好。这该是第几步？还你。曾经我对你所说一切，该是我的真心。但你一生扭曲，只为走出之难；人生几度，以为将灵摆脱过往，无人回首，却既迷失了爱。有形散化，众魂消，此刻心中所挂，仅存一念：我不能，不能再多失心。我宋云霄对于我恨此情永不变。现在你当然能这样说，但要挽回妖心的你，
是好意人，是用第一。李二一生，随着独占散乱的身躯，眼前人影独占分不出差别。哟，我二，我兄弟，修筑香炉，你归魂吗？你心上的痛，你失去的心，你毫无记得的人生，以及你悲凉结局的下场，你无怨言吗？我变心了，变心？你的意思是？卖误会，我是指换回药心，不是你所想的那个变心。虽说我误会，我也是想到药心。原来你不误会，最后的任务，答案早记在心。这是。你不欠，我不知你是否也存活在这世上。你当你看到这封信时，我的是无用人之手，不能顺利一完成。当你无中无用人手里，你弟弟必定富有。我明白此生再难断绝，此后我不得。原来这就是。真相，可惜我已不需要了。敌人的真相竟是这般残酷，奈何对于我汉来说，一切既无法定论。